1943, the world is at war. In Asia, the British Indian forces and the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have lost Burma to the Japanese, cutting off the last major supply route into China. I'll definitely pass that on to General Stillwell. And, 我还会告诉 General Stillwell, 延安的小米饭很好吃，比重庆的大米饭更有韧劲。好，再见。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懂了吗？我们往南走。你现在必须自己走，去找附近的中国军队。这个时候，上帝是不会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帮助你自己。你明白了吗？振作点儿。 近距离面对日本军人，我必须承认，那一刻我的确有些绝望，因为我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凶残、嗜血、狂妄的军人。杨与狼，严谨的修身与疯狂发泄的双重人格，让任何面对他们的军人恐惧。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的情报工作的确很厉害。嗯。 短短半天时间，就知道了这么多的东西。不过我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克莱尔中校，我只是个勤务兵，我叫汤姆，奉命照顾克莱尔长官延安之行的起居。至于您说的什么秘密协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是克莱尔，不是汤姆。你撒谎！不，这的确是真的，我没有骗你。 你撒谎！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汤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初恋。哎，过来，放下，放下！混蛋！我不喜欢别人比我高，听明白了吗？嗯，这就对了，像狗一样。 看看这个世界，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统治下多么美好！可惜你呀、啊，
你只是一条狗，你懂什么叫美好吗？你好啊，汤姆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小雨先生，你来干什么？有人来看你来了，带走，走。哎，快点快点，我试图从小野的眼睛里发现些什么，但我看到了邪恶和自以为是。小野是不会平白无故来看我的。难道汤姆被捕了？不可能，如果汤姆被捕，小野是不会称呼我为汤姆的。那会是什么呢？还是要小心应付，不要露出破绽。再给你一次机会，带我去找秘密文件，我可以安排你住好的房子，吃热的东西，不用和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一起去劳动，还可以嬉笑啊。否则，当然，我们日本人是最讲人情的，我们不会折磨死你，我们会给你派最好的医生，把你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然而等待着你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无穷无尽的折磨。我想告诉你，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想让我对你撒谎是吗？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可以用刑了。来人呐！嗨，把他带回牢房。嘿，汤姆，警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日军的集中营见到日思夜想的警报。难道他也成了战俘？是汤姆吗？在美国的时候，你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恋人。难道你不爱我了？怎么了，汤姆？你不开心吗？你不爱他吗？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拥抱？你怎么会在这里？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你怀疑我？难道你不再相信我了吗？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找到你。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这是为什么？小野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务，在电波里我和他曾经多次打交道，可这次行动中我运气不好，暴露了身份，被小野抓了。从情报中他知道了你和我的关系，所以金博，你受苦了。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当然记得。你当时不怕死吗？我怕错过机会，就再没有机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好印象。荷尔蒙冲动吧。是啊，
没有错误的冲动，就没有美好爱情的开始。进步，汤姆，你还会像从前一样保护我吗？嗯，汤姆，你愿意跟我配合？很好，只要找到秘密文件，我一定保证你们安全地离开这里。我是被你们抓到集中营里来的，抓我的时候我被你们打晕了，到现在我的头还在疼着。当时克莱尔中校藏文件的时候是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也看不清楚，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克莱尔中校藏文件的那个准确的地点。好，只要你记住一个大概的位置，我们就算是把周围的树全都砍光，也一定要找到那份秘密文件。汤姆， take your time。停车！停车！你在看什么？我在想文件在哪里。文件？你不要痴心妄想，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文件？你不是说有人接应我们吗？郑大勇不会食言，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进步，你怎么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起来！我中弹了。我背你走，起来。不，这样走太慢了。你自己走，快走！不，要走我们一起走，我绝不会把你丢给日本人。你还有很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你快走，别留下来。进步，你听我一次好不好？为什么一次都不肯改变？是，我变了，我变得肮脏、龌龊、无耻，我不值得你为我留下来。走啊，我不要见到你。想让我死在你面前吗？我上帝，你早就想好这样做了。克莱尔，我无法面对你，无法面对我的家人、同学、朋友，我无法面对所有的人，求求求你，克莱尔，让我留在这里吧，好吗？你不知道。